每个人都讲一句祝贺的话，好不好？哎，先从我们最那边开始，哎，从，哦，先从教练，教练开始，祝贺这玫瑰之夜，啊，勇冠三台，哎，王翔，台式第一，哎，来谭学斌，一马当先，一马当先，王志贤，先发制人，哎，人，酒桶，人人爱看，哎。后面还有没有？简单了，看了喜欢，看了喜欢，欢欢欢，欢天喜地，哎，杨烈杨烈，地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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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地久天长，嘿。那么把这个玫瑰之夜呢，我们比作玫瑰之战。那这场球赛打得相当的激烈，在上半场呢，当然大家都知道是李茂山跟方方方这两位呢是先发主将。那李茂山大家都知道，他是在后面呢善于穿针引线传中啊，然后呢篮下切入单打独斗得分非常的厉害。那么方方方呢，他在四周围呢，然后防守对方的球员，同时呢他也可以做中距离的跳投，各种战术运用的也不错。所以这场球呢，玫瑰之夜他们两位在上半场打得不错。不过现在呢要换了啊，现在换两位主持人呢，一个是一个是本恰恰，这个本恰恰我要特别声明一下，那个成龙来的时候叫他本哈哈，他也许不认识恰恰两个字啊。一个呢是曾庆瑜，那个本恰恰和曾庆瑜这两个搭档呢，他们两个也各有绝活。像本恰恰呢，他是善于跳三分球、三分飞弹球啊，外线神准。那么他是双响炮啊，两个鼻孔打那个飞弹，百发百中，那还能不准吗？曾庆瑜更厉害了，他好像像当年的这个吴依安的蛇妖一样。左转右转，然后呢切入篮下得分，一如探囊取物。所以呢预料这个下半场的这两位主将啊打起来更加精彩。那么说到这儿呢，我是台视人呢，当然是要替台视的节目拉票呢，希望这个各位观众多多收看玫瑰之夜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就在现场交给双响炮飞弹部队蹦哈哈蹦恰恰了，开玩笑，跟蛇妖曾庆瑜。接下来看请我们的家属明星报棒球队，棒球队好，全部在这边了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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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总要一个人发言嘛。今天我们请我们的发言人呢，哎，跑哪去了？发言啊，请我们的顺子呢暂时当一下发言人。来，说实在的，我们再次的聚合，除了说第一，我们一定要来恭贺我们碰狗呢啊，在我们台视呢是插旗落户，哎，更上一层楼。再者呢，我们在这个3月28号呢有一个相当棒的一个有意义的活动，哎，来，我们请我们这个主办单位来讲一下。你们不敢讲清楚。主办单位的发言人。不，这个明星报一向都是做善事比较多，对，靠着打棒球，一方面可以健身，一方面帮助啊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。嗯、那么在3月28号呢，在台南有办一场是饥饿三十的这个活动啊，援助非洲一些难民。嗯、所以呢，这个明星报的这个球员呢、啊，大家很用心，平常在练习，有一个已经送到医院去了，冯光荣先生。光荣在此地啊，要慰问他，也希望他早日康复。哎，并且希望3/28的时候，台南地区的朋友们大家来共襄盛举。今年是吧？今年，民国82年3月28号。我们这边呢，送给我们自己鼓励鼓励。当然了，我们这边要送个礼物，是不是？对。对，都有每个球队都有个啦啦队，都有一个后援团。在这边呢，我们拿出我们的最吉祥物，在这边呢，诚挚的邀请啊，我们曾庆瑜小姐加入我们棒球队的啦啦队。曾庆瑜这边的吉祥物呢？对，我们的明星抱宝宝。本来就是我嘛。到妈妈的怀里要乖啊哈。像不像？好像我。好像好像。谢谢。非常感谢。希望以后每次比赛你都能够到场。谢，我想我跟彭恰恰一定可以秉持这个棒球队的精神，合作无间。是不是每个人都讲一句祝贺的话，好不好？哎，先从我们最那边开始。哎，从，哦，先从教练。教练开始。祝贺这玫瑰之夜。勇冠三台，王翔，台式第一，来谭学斌，一马当先，一马当先，王志贤，先发制人，人，酒桶，人人爱看，后面还有没有？简单了，看了喜欢，看了喜欢，欢欢欢天喜地，杨烈杨烈，地地地地地地。地地地久天长，嘿！发现他们就是
文武双全的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啊，特别谢谢明星棒球队。谢谢